第18课，广告。广告宣传在贸易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无论是生产厂家还是销售商，要想提高自己产品或商品的知名度，都必须舍得在广告宣传上花本钱。据有关人士估计，美国某些产品的广告费要占销售额的9%左右。从宣传效果上看，电视广告的效果是最好的。电视广告不仅生动活泼，而且收视率高，宣传范围广。随着电视进入家庭，电视广告在各类广告中所占的比例还有可能大幅度上升。承办广告业务的广告公司和做广告的厂商，不管做哪种形式的广告，都必须真实可信。如果言过其实，不但不会增加销售量，而且迟早会失去信誉。绘画一。赵先生，又来麻烦您了。不客气，有什么事尽管说。谢谢。我们公司决定下月初在北京举办一次电子系列产品展销订货会，为提高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知名度，我们准备在电视台播放一则消息广告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承办这方面的业务。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广告，我们都制作，请谈谈具体要求吧。广告播放时间最好在30秒以内，画面要活泼，有吸引力，展销日期和地点不但要在解说词中出现，而且还要在画面上注明。可以，这些都能办到。还有什么要求？我们希望到展销现场拍几个镜头。好的，那什么时候去拍呢？据我估计，只能在展出的头3天。从时间上看，好像是紧了点儿。不过这种事儿也常有，请放心，耽误不了。谢谢。顺便问一下，你们收取播出费以什么为标准？我们以播出时间为准，一般来说15秒1250元人民币。不过我要说明一点，广告播出费和广告制作费是两码事儿。哦，对不起，怪我没说清楚，我问的是广告制作费。这个没有具体数字，根据广告制作所需要的费用来定。这样比较合理。赵先生，过几天我们再联系一次好吗？可以。二。王先生，您能介绍一下在中国做电视广告的情况吗？您指哪方面呢？主要是收费方面。好的，不过我知道的也不多，不一定能满足您的要求。不要客气，随便谈谈。据我所知，电视广告分制作费和播出费两种。播出费是根据不同的播出时间来定价的，比如周末和礼拜天的播出费就高于其他时间，晚上的播出费又比白天高一些。那么在节假日播出呢？那要增收100%。在重大体育比赛实况转播、优秀电视剧以及其他重点节目前后播放的广告，也要根据情况增加收费。从价格上看好像是高了点。是的，不过据有关人士统计，各国销售商每年用在电视广告上的费用占销售额的30%。这是普遍现象，销售商为了提高产品的知名度，是舍得在广告宣传上花本钱的。再说，电视广告在各类广告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它的收视率最高。是的，费用高点儿也是合算的，只要广告做得好，销售量是会大幅度上升的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呀。王先生说得太好了，这的确是一本万利呀。谢谢您的介绍。不客气。三。
喂，您是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吗？是的，您找谁？我是巴西某公司驻京代办处，我叫托马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是的，我们公司想在柜台播个广告，需要配中文解说词，请问你们承办这类业务吗？为广告配音是我们业务中的一部分，你们的配音时间在广告时间中要占多大比例？这个没有具体要求，只要效果好就行。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播出呢？最好是周末。你们联系得太晚了，马上安排有困难。我们的产品已经开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，能不能照顾一下？那什么时间好呢？为了尽快提高我们产品的知名度，当然是越快越好了。最早是下周六。好的，那就下周六吧。好，希望今后你们的销售量大幅度上升。谢谢，谢谢您的帮助。哦，不客气。是。请问哪位是德林先生？我就是。您是？我姓张，叫张明。哦，您好，张先生，我正等您呢，快请坐。哦，谢谢。德林先生，这是我们的广告图样，请过目。不错，画面设计得很活泼，有吸引力。张先生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刊登？如果可能的话，最好是这个月末。可以。你们希望登在哪一版呢？一版，最好的位置。好的，就这样定了。如果有问题再联系。可以。德林先生，贵报承办发行业务吗？不，这方面的业务由邮电局承办。最近的发行情况怎么样？如果从发行量上看，在我们国内是首屈一指的。那太好了。顺便问一下，如果广告长时间反复刊登，在价格上有没有优惠呢？对常年客户可以给适当的优惠，但不能超过14%。就是说，优惠数在广告费中最多只能占14%。是的，据有关人士统计，在报刊广告中这是比较高的。宣传效果怎么样？根据客户反馈来的情况看，多数客户的销售量都大幅度增长了。听您这么说，我很高兴。希望我们今后有更多的来往。谢谢。五。查理先生，贵公司的广告搞得很有特色，能介绍点经验吗？太客气了。如果您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，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。那就谢谢您了。不客气。在整个贸易活动中，广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有人说，广告是印在纸上的推销术，是提高产品知名度的重要手段。是的，这些话很有道理。那么做广告应该注意点什么呢？真实可信是广告成功的诀窍，是赢得顾客欢迎的主要出路。如果过分夸大产品的质量，就会失去广告的信誉。我也有同感，有的广告往往言过其实，结果总是跟希望的正好相反。是啊，在广告艺术上也要有自己的特色，不管做哪种形式的广告，都要简明扼要，画面要生动，语言要活泼，这样才有吸引力。您说得很对，不过现在的广告费很高，您估计美国的广告费在销售额中能占多大比例？情况不太一样，食品、化妆品和卫生用品的广告费占销售额的比例比较大，而电视、收音机等耐用消费品占的比例就比较小了。谢谢，您的介绍使我长了不少见识。不要客气，有机会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的情况好吗？好的，有机会一定向您介绍。词语，宣传。
占有、知名度、舍得、本钱、效果、生动、活泼、收视率、比例、幅度、承办、真实、可信、言过其实、夸大、迟早、播放、制作、画面、解说词、著名、现场、镜头、播出费、制作费、两码事、重大、实况转播、优秀、以及、节目、普遍、一本万利、注、代办处、配音、图样、设计、刊登、版、发行、发行量、首屈一指、反馈、整个、推销术、手段、诀窍、赢得、出路、简明、扼要、化妆品、卫生用品、耐用、见识。